创造睫毛增亮感。你以为这是最神的睫毛膏吗？夸张的还有这个，越刷越长，简直是地表最强的睫毛膏。夸张的广告台词真的让人信以为真。你相信哦？对啊，因为里面有纤维，就会变长哦。就怕民众信以为真。食药署稽查了2000多件产品，总共就有72件标示不合规定，其中化妆品占多数，像是摩纤浓无限延伸睫毛膏，还有美白焕彩洁面乳，都因夸大宣称疗效被开罚。我们目前对于化妆品可以用哪一些的广告词，它事实上有一个可以给你参考的一些字句，因为没有一个东西可以无限延伸啊。不可能延伸，它并没有真正的精华液在上面吧。消费者都知道广告台词听听就好，但碰风过头当心成了欺骗手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